在美国念书，我都没办法去参加，这再不来，我还像个人吗？好，加油！小 B 啊，我知道，有有有，他也是在台上，又吃过饭，吃过饭，报告，对，优秀，而且非常礼貌，比奶哥有礼貌，脾气也好。然后今天有一个大来宾来探望大家，给大家打气，也是我们的忠实观众。来，我们欢迎一下大来宾入场，谢谢。请瓜哥帮我们勉励几句。有三期都有看比赛，很辛苦了啊！而且这个这么短时间，这么爆发力的运动，的确是要不平凡的训练啊。而且我跟他聊过很多次，说他你们一定是万般不舍，这节目才有一季，应该要做一整年哦。这样子。对，就是每录一集就少一集啊，是啊，所以非常珍惜，非常拼命啊。我是想说，小珍是不是应该也来一下？小珍今天来不是为了要看，是因为说听说有排球，他准备来。哦，真的？他是高中校队。是他们已经打完了。反正我才跟你讲。对，这个节目非常有意义啊，大家的努力，大家也看到了，非常辛苦了，给自己掌声鼓励吧。谢谢。谢谢大家上观了啊！谢谢大家，谢谢，哇，多努力哦，要加油！谢谢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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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哇，谢谢，谢谢，恭喜他们是。对啊，那你完全不知道，你真的不知道还演，我刚刚还想说有多大牌，原来是爸爸。我说你在美国念书，我都没办法去参加，这再不来，我还像个人吗？真的，好，加油！小 B 啊，我知道，有，他也是在台上，又去吃过饭，吃过饭，报告，对，优秀。而且非常礼貌，比奶哥有礼貌，脾气也好，我的演技率很糟糕。谢谢，谢谢，谢谢大家辛苦啊！谢谢光哥，谢谢光哥，谢谢光哥，谢谢小恩姐，小周，小周，小周，不要放轻松，大家都比你很好。我也要有军饷。没有，光哥太久不见，太久不见。谢谢。好了，我们最后集合喊一个下面一位就好。来，一二三，下一位。